两头条，天天有料。各位好，我是帅斌。今天是2020年3月18号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台湾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。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信息，台湾新增2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再创单日新高。其中本土案例2例，境外输入21例，全台累计病例100例。该部门指出，之前有确诊案例的土耳其旅游团，今天又有4名团员确诊，为3女1男，年龄介于20多岁至50多岁。该旅行团总共15人，截至目前13人确诊，已掌握接触者共171人。其他新确诊的17例境外输入个案为10女7男，年龄介于20多岁至50多岁，发病日介于2月14号至3月16号，旅游史分别为西班牙、美国各3例，英国、法国各2例，印度尼西亚、卡塔尔、菲律宾、瑞士、德国各1例，另有1例曾到过法国、西班牙、英国，1例曾到过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。2名台湾本土病例分别为20多岁男性及20多岁女性，其中20多岁男性为埃及旅游团确诊病例接触者，20多岁女性近期无旅游史，感染源待调查。